请掀开经本第五十六面倒数第二行，五十六面倒数第二行，请看寄诵的第三首：佛不思议立分别，了相十方无所有，为是广开清净道，如是净言能观见。这是清净功德言天王，他的赞记啊。佛不思议立分别，前面这个不思议是说佛所证的，立分别是解释不思议，何以不思议？佛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于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大变了。底下这一句了相十方无所有，了是明了通达，相是现象，设法界一真庄严，佛眼睛里面看清楚，这些相它的真实相是无所有啊，正是《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在讲席里面曾经多次提醒同学。这一句是看破，前面这一句是放下，立分别是放下，了相十方无所有是看破。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有能力跟诸佛菩萨一样把宇宙人生真相看清楚，你在现实社会当中啊，立一切苦难，心经里面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就做到了。
如其不然，那只有一个办法，放下万缘，老实念佛了，求生净土。除这个办法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现代这个时代，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这个世界随时可能被毁灭。现代战争的武器，是核子大战、氢弹，各位都晓得，威力之大，难以想象。一颗炸弹爆炸，一个城市在几秒当中就化为乌有了。如果人口密集的都是，这一颗炸弹炸死几百万人了。那么今天这种事情不定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举世之人啊，都生活在忧虑恐惧之中。不晓得这个灾难哪一天降临，可不可能呢？非常可能。这是众生业因果报所感的。我们学佛的人比较冷静一些，看得清楚，所以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要想到死了以后往哪里去，不能不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也不晓得在哪里死，更不知道是什么方式死去。死不怕，我们都很清楚啊，只不过是一个境界的转变而已。摆在面前是法界，你要往哪一个法界去转，这个权操在自己。自己一定要明了，在一生当中最大的善行就是不造业。人在一生当中能够不造业，诸佛菩萨都赞叹是为大善。无量寿经一开端就把这个修学的总纲领告诉我，教我们善护三业，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犯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我们只要把这三句做到，老实念佛，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任何人都不能跟你相比，
我们能不能得到呢？取决于自己。别人既帮不上忙，也碍不了事。如果别人能妨碍你，别人也就能帮助。说实在话，别人不能妨碍你，也不能帮助。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我们现前的处境，不可不知。不思议境界就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师所如的、所证的。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华藏世界一真法界。我们在华严经从开经到此地，我们逐渐也体会到一些。设法界在哪里呢？这个一真法界在哪里呢？一真法界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误会，我们这个法界之外还有一个法法界，设法界，这个一真法界，那你就错了。给你讲真的，真妄不二啊，凡圣不二啊，染净不二啊。西方世界是净土，我们这是秽土，净秽不二。我们见不到。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够证得。诸佛菩萨、化身大师，他们何以能够证得呢？离分别，这一句话重要了。换一句话说，一定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看破了。你读经听经，你就会开悟啊。妄想分别执着把我们的悟门堵塞了。佛菩萨给我们众生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分别，他们离分别。我们着相以为这些现象都是真有，他们了解这个相是幻相、假相。我们在前面呢曾经跟诸位说过啊，一切诸法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移不异，不长不断。中观论上讲得好啊，这个八不把宇宙的真相啊，佛经里面说的诸法实相描绘的玲珑透体。佛菩萨
底通达明了了，这是他的自行圆满。自行圆满之后啊，一定要化他，得帮助别人了。所以第三句说，为是广开清净道啊，清净道就是前面两句所说的，帮助众生也能够入这个境界。众生何以不悟呢？问题他还是有分别，这个事情非常非常之难，还是有执着。所以你如果要问，你哪一天成佛，你哪一天明心见性，你不要问别人，你什么时候对一切法不分别了，那一念之间呢，你就成佛了，你就明心见性。我们看看过去诸菩萨修行，历代祖师大德修行，他们的悟如刹那之间豁然大悟，我们世人讲语言成熟，怎么成熟的？他放下，他对于一切法真的不再执着，不再分别。谁能做到，谁就成就，也不在乎男女老幼。你在宗门公案里面就看，前一次跟诸位提到，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悟入24岁，放下就悟入了，诸佛如来、诸大菩萨、祖师大德天天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我们这个话听了千遍万遍，心里头啊更有定功，如如不动。不能不算他们有定功啊，听了千遍万遍还若无其事，那不痛不痒，你说怎么办？可是佛菩萨毕竟是佛菩萨，他不会因，他不退转，还是在帮我。这个显示大慈大悲啊，正说明了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那我们凡夫做不到。所以他能够为一切世界、一切众生啊，广是没有限制啊，没有局限的，开示清净道啊，清净道就是出离道，清净道是佛道。在
清净功德言菩萨这一首偈子里面，自行化他，同时的没有先后啊，说明内证跟外用也是不可思议。诸位要知道，落在思义里面就有先后，就有差别啊！为什么呢？就有所有了，不是无所有了。自行自证立分别，化他也立分别。永远与清净道相应，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如是净也能观界，清净功德言天王，他看见也就是他所证的这个法门呢，就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无功用恨解脱门。我们在长行里面曾经细细的说过，请看下面一首：如来智慧无边际，一切世界莫能测。永灭众生痴暗心，大慧如此深难度。说如来智慧，诸位一定要明了，就是我们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诸佛如来有，我们也有，这是从体性上说的。可是诸佛如来的智慧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看见虚空法界的真相，它起这个作用了。我们虽有智慧，跟如来一样，不起作用。这个不起作用呢，佛说了，我们是有障碍，把我们的作用障碍住了。实实在在讲，我们的作用起不起？起，不是不起。障碍呀，不是障碍它起用，是障碍它我们觉察起用。这个话了，大家要听明白。如果这个障碍真的障碍它不起作用了，那这个障碍是真的，那怎么能说是假的？那真的既然自性要被障碍，作用被障碍，那就不能叫真性。真性是迷雾一如它起什么作用？经上说得很清楚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它起这个作用。我们今天迷了，试问问，虚空法界，一真庄严，
从哪里来的？我们自信心的。你能说它不起作用吗？它起作用啊。起作用为什么说我们有障碍呢？起作用我们不知道这是自信作用。这叫做障碍。那么佛的自信跟我们自信同样起作用。佛知道，佛知道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自信起用。我们不晓得设界设法界庄严是自信起用，可见的自信它照样起用，不干迷雾啊，就是与迷雾不相干。觉悟的人悟了这桩事情，迷的人还是迷的这桩事情，这一桩事情本身与迷悟不相干。大家要在这个地方细心去体会，你能够体会得，你才知道为什么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你就明白了，你就会点头了，佛讲的没错啊，一切众生确实本来成佛了，不过就是你自己不知道你是佛。所以叫障，障哪里？就障在此地。寄诵里面第一句是说广无边际，第二就是讲深，一切世间莫能测。这个一切世间是指的有情世界，六道里面的众生。不了解佛的智慧啊，也就是说不明了自信的智慧。另外还有正觉世界，这个正觉是指的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佛是设法界里面的佛，他也莫能测。为什么呢？设法界里面的佛乃有见性，依旧用的阿赖耶识，用八识五十亿心所，所以他莫能测。那要怎样才能测呢？跟前面讲，要立分别。要见到一切法无所有。自信的智慧就透出来。金刚经呢，的确是无上的妙法，在中国自古以来不仅仅是佛门四众啊，不学佛的社会上读书人没有说没有念过金刚经的，那太少了。这一部经呢，确实是开我们的智慧。你如果真正抓到经里面的纲领了，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细细呀去对比，你眼见的一切色相，耳听的一切音声，鼻嗅的一切香味，口尝的一切味触啊，你从这个里面去体会。去体会什么？体会三心不可得，体会诸法无所有。宗门里头参禅怎么禅的？这就是他们用功的方法了。所以叫怡情。一定要把六根接触这个境界跟佛的教诲时时刻刻来做对比，几时在这个对比上呢？一下子合了，契合了，这就正果了，正得了，这个就其如了。宗门用的方法，这个理论原则通一切法门，所以这是个总原则，一定要知道佛讲的才是真相，才是事实真相。我们今天的观察跟佛讲的不一样。诸佛说三心不可得，我们认为可得。佛说诸法无所有，我们认为一切法有。我们的见解跟佛恰恰相反。佛并没有教给我们要把我们这个错误之见舍掉，接受他的之见，那这是佛强人所难啊！牵着别人鼻子走啊！我们肯服气吗？不肯服气啊！所以佛用的方法巧妙啊！说出来，要我们自己去亲证，你亲证得的跟佛所说的一样，那我们就要佩服啊！他是过来人啊，所以细细在境界当中观察，这个观察千万不要用妄想分别执着。用妄想分别这个永远见不到。那要怎样呢？立妄想分别执着去观察，你就有门路可入啦。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佛家讲的参。所以佛家不讲研究，叫参究。研究是世间人，凡是研究研究研究是没有立心一时，心一时是什么呢？心是阿赖耶妄想，意识莫那执着，时是第六意识分别，没有力妄想分别执着，那叫研究啊！
佛教给我们立心一时参，参就，参就，你不会参，我们真的说得很白，不用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叫参。我们现在有人讲，这叫直觉，用直觉法，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用这个方法，这就是禅宗里的修学的原理原则。我们念佛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帮助，帮助我们看破，帮助我们放下。我们念佛这个功夫啊，不但是得力，确实能帮助我们证得一心不乱。四一心是禅定的，理一心就是经上讲的境界。那个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四一心往生方便土啊，理一心呢往生十报土啊，这个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那边修行成佛，这个时间上大大的缩短。你们在经上看过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等于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了，这个话怎么解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的境缘非常恶劣，能在这个恶劣环境当中群魔乱舞啊，这样巨大的诱惑之中啊，你能够不动心？你能够不被污染？你想想你这个功夫多深啊，这种善根福德多么深厚啊！所以此地修行一天呢，等于西方世界一百年。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你经不起诱惑，这你淘汰的快呀！这个地方要生，生得快，要度，度得快。不像西方世界修行呢，平平稳稳的，也不能很快生呢，但是决定不会堕落，那个地方很安全啊，此地是大起大落，所以你自己也想想，你到底天天是在起还是在落呢？这个自己心里头要有数啊。如何能保持自己不堕落呢？古来祖师大德苦口婆心劝导我，这一句佛号不要离口，这个方法确实是妙啊！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不会造口业了吗？二十四小时阿弥陀佛不断了，阿弥陀佛一断了，口业马上就起来了。这个方法是好啊，口念弥陀心里还打妄想不要紧，没关系，至少三业你现在不造口业了。
慢慢念熟之后啊，你这个意业就跟着口业也转了。口是最容易造业，先从这里下手，就治病嘛，先治最重的病，叫你不要讲话了，不讲话也难过，叫你喊阿弥陀佛，这个好多了，比不讲话好多了。所以这个方法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微妙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会念佛的人怎么个念法呢？心里头不生妄想的时候，这个佛号可以不念。才一个妄想冒出来了，阿弥陀佛，就把这个妄想换掉。这叫会念佛的人。可是这个里头还有一层，这对凡夫讲的。凡夫不是落在妄想这边，就是落在无明那边。这是麻烦了。妄想起来了要念佛，把妄想打掉。无明起来了还要念佛，把无明也打掉。这样一来，二六十中你这个佛号一句都不能停啊。你要一停了，不是落在妄想，就是落在无明。我们功夫怎么个用，你就明白了。功夫得力，效果，这第三句说出来了。永灭众生痴暗心呐！痴暗是愚痴啊！永灭痴暗，岂不是你智慧就开了？只有智慧开了，才灭痴暗。愚痴没有了啊，给诸位说，你贪嗔烦恼都没有了。你为什么会有烦恼障？为什么会有所知障？愚痴啊。所以愚痴断了啊，所有一切障碍啊，从根本上拔出来。你的自心智慧无限的深广通通现前，大慧菩萨入此深安住啊，他不但契入这个境界，入得很深啊。这个是自心智慧的现前。在长行文里面，他得现见一切法真实相智慧海。他赞叹的颂文与他所得的法完全相应。在赞叹的这个偈颂里面，再一遍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学习。
请看底下一首：如来功德不思议，众生见者烦恼灭，普施世间获安乐，不动自在天能解。这首偈子里面，是赞颂他自己得于众生无边安乐大方便定，他从这个地方去，从这个法门去。所以第一句是如来功德不思议，这个功德呢，就是赞叹自性本定。楞严经上所讲的首楞严大定，首楞严大定是性定，唯有大定其用才叫做功德。这个功德利益一切众生，众生见者烦恼灭。大家想想，不思议功德怎么个修法？为一切众生示现榜样是功，你在修功啊，虽示现榜样，自己又不执着，为众生现象，现象的时候，即相离相，离相是德，离相是离什么呢？离妄相分别执着的相。给一切众生做榜样做典型，自己又不着相，这是自动的，不可思议。即相立相就是不思议的，何以故？前面说过，相即非相，非相即相，这是不思议境界。众生见了之后啊，就我们取最粗显的比喻来说，众生贪财，你不贪财，这个就是示现呢。你示现给他看，众生跟你在一起处久了，他也学你，这个贪财是烦恼啊，贪色也是烦恼啊，贪享受也是烦恼啊，你样样都做给众生看，什么都不谈，
啊，自己有的人家要的时候都能布施，不吝啬，这就是你修功德。那世间人聚集在一起，张家长李家短，是是非非，你所实现的跟大家在一起，口不出恶言啊，跟人家相处笑笑，一句阿弥陀佛，无论别人说什么阿弥陀佛，好啊，你的心多清净，久而久之人家都会叫你做阿弥陀佛，你就是阿弥陀佛，没有一句废话。别人问道，你看他能接受，你就给他讲几句，不能讲，或者是他讲了他也听不懂，阿弥陀佛就好了，阿弥陀佛他听进去了，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就度了他了。所以这一生当中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来表演的，就是来度众生啊。表演我们也要学诸佛菩萨三轮教化，要有心，什么心呢？众生无边誓愿度，要有这个心呐。你没有这个心怎么行？要有思，思就是身口，做出榜样来给人看。所以众生见者烦恼灭，众生见得要看这个众生业障轻重，业障轻的见几次他烦恼就灭了，他就开悟。像六祖坛经里面所记载的，六祖麾下的几个学生，那是烦恼轻的人啊，跟他相处没多久，他烦恼就没有，他就开悟。有些烦恼重，跟他相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烦恼还没有灭。虽没有灭，给诸位说，烦恼轻了。我们今天学佛，能够做到烦恼轻了啊，就有很大的进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常常冷静去反省，我们三业所造是不是天天在减轻，如果三业所造果然呢一天比一天轻了，你的进步就快速了。如果说每一天天天会轻一点，我敢保证你三年做佛，你三年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了不起啊！天天在减少啊，
这样的人，说实在话，就不是凡人了。凡人什么时候能看到进步呢？一年比一年少一点，今年比去年好一点。想想去年比前年又好一点，凡人啊，这个样子的进步太慢了，一辈子很难有开悟的机缘。如果你能够觉察到一个月比一个月有进步，你这一生当中都开悟的机会。不定十年二十年。我看古大德有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才开悟的。那就是什么，月月都有进步。你这一生当中啊，有开悟的可能啊。如果是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都有进步，那就恭喜你了，我看不出十年。不会超过十年。天天有进步啊，绝对不会超过三年。我们自己这样做法，就自己得大利益了。众生看到的时候，他能断烦恼，普施世间何难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利益社会，利益众生。自己修持就利益社会，就利益众生。这种修学给诸位说法布施。我虽然没有实际上去照顾一切众生，你这个样子就是照顾众生，你这个样子就利益社会，社会的典型，众生的榜样。我们学佛，无论在家出家，一定要找一个榜样，你的修学了就顺利了。你有个模式，有个样子，好跟他学。这是我早年亲近李炳南老居士，他老人家教我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他很重视这一点。你学经教，学戒律，你要没有一个模样绑在摆在你旁边，你的修学确实很困难。所以华严经好在哪里，你看看，理论方法给你讲完之后，用善财童子，用五十三位善知识来做榜样，你也可以向他学习。你看看这些人如何将大方广佛华严 落实在他生活之中。这是过去方东梅先生赞叹华严是最好的哲学概论，全世界找不到这样好的教科书啊。有理论有方法还带表演，五十三参是表演，做出来给我们看。世间许许多多方法都不离开这个原则。你看现在我们造佛像，造一尊佛像先做一个模型样子，然后照这个样子来造，可见的这个模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一定要有好的模样啊。
在古代，诸位读书晓得，孟子怎么成就的？母亲照顾得好，母亲用什么方法照顾呢？给他找好样子。看看居住的环境，小孩接触的样子不好，赶快搬家。孟母三迁啊，他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当年李老师就劝导我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在家居宿啊，他特别提了两个人，古人必须苏东坡啊，今人不能学梁启超啊。为什么不能学呢？这两位都是佛学家，对佛法真的一切经论样样都通，说得天花乱坠，没有落实，所以不能以他们做榜样。要找一个真正有成就的人做榜样。他们两个还继续搞轮回啊，这个史书上都有记载的。当年李老师劝我学印光法师，以印光法师为榜样。印光法师不在了，印光法师文超在啊。常常看文超，读文超，思维文超，依教奉行，这个就是跟印祖学习。他这样劝我，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学印光法师，他是印光法师的学生。所以李老师非常谦虚把我看作同学我们都是印祖的学生他以学长的身份来指导来帮助这是大德了普通人做不到以后我在许许多多多地方讲经我劝导同修们要找个好榜样找谁呢我没有介绍印光法师我介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你能够常常读诵这部经，思维这部经。思维这个经呢，就是忆佛，忆教奉行。你就是跟阿弥陀佛学了，做弥陀弟子。做弥陀弟子是真正跟他学，才是他的弟子。我们天天读经，天天唱佛，唱歌一样的，没有照做，这个不是弥陀弟子。弥陀弟子一定要依教奉行佛教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乖乖地做
佛教给我们不能做，我们就决定不做。你才是佛弟子。所以你要真正做了，依教奉行了，记中这两句，效果一定就显现。众生接近，纵然根性很钝的，时间久了，或者等到你往生了，他豁然觉悟，知道你是个好榜样。他思念你，学习你，你烦恼灭了。世间这些人跟你学的多了，社会就安定，人民就安乐了。所以一个人认真修行，能令众生断烦恼，能使世间获安乐，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波动光自在天王，他见到他正的，他就是这个方法修成的，用这个方法自利利他。再看底下这一首，第六首：众生痴暗常迷惑，如来为说即见法，世则照示智慧灯，妙言能知此方便。妙庄严言天王，他得的法门是令观极净法，灭诸痴暗不解脱的。所以他第一句，这是很感叹的话：众生痴，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里面最严重最难断。贪嗔烦恼虽然重，比较起来还好断，唯独痴烦恼，古德有个比喻，好比是藕断丝连，哦，这断了，吃断了，丝还连在一起了，说明吃难断。因为众生由于吃，常常迷惑了自信，也就是你真心，你的真心被愚痴盖覆住了啊！痴的相是迷，他不觉悟啊，痴迷，痴迷的众生哪有不造业的道理？你要问问贪嗔从哪里起来的？从吃起来的。一个人要不愚痴，有智慧，他决定不会造业。
决定不会有贪嗔这个烦恼起现行。凡是有是非人我，贪嗔慢这些烦恼起来了，都是愚痴在作祟呀。这是众生无量劫来沦落在六道轮回不能出力的根本意义。佛慈悲，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为什么呢？就为这桩事情而来的。佛为众生说极尽法了，这就是天王他修的这个法门，他是观极尽而得到解脱的。这个解脱就是出离六道，出离十法界。佛给我们说极尽法，极尽是自信的本体，也就是真心的本体。真心在哪里？真心是什么样子？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表演给我们看了，表演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不可得，其处真心了不可得。真心有没有呢？有。为什么不可得呢？因为它是极尽相。由此可知，极尽就是真心了。你会真心是什么？净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极净法，虚空法界体是极净的，从来没有动摇过。中观论上讲的八不啊，极净法，我们有没有？有啊。只要你不起妄想了，那极净法就现前了。妄想是痴迷，妄想是动的，不是极净。妄想分别执着都是动的，妄想是无明的，微细的动，不是寂静法。分别那个动就粗了，执着就更粗了，大幅度的震动了。演变成那个动的像是什么呢？贪嗔、傲慢、嫉妒，这个是你的心的大动了，大起大落了，极尽失掉了。这个失掉是极尽，这个像暂时没有，但是极尽有没有动呢？没有。
所以佛在经上举的比喻好，他把寂静比作水，把痴迷贪嗔呢比作波浪。啊，我们晓得波即是水，水即是波，水跟波没有离开啊。可是水的性呢，寂静。水虽然随着波浪在动啊，水的性还是寂静。只要你不动了，它立刻就静下来。静是真的，是常态啊。动不是常态，是虚妄的啊。是暂时的呀。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细细去体会。所以只要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我们先做不到这个不分别不执着，做不到少分别少执着少打妄想，我们从少上下手，一年比一年少，一月比一月少，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少，然后到一天比一天少，那恭喜您就成功了。你就契入境界了，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生活怎么样呢？佛菩萨生活跟我们生活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呀。佛菩萨生活知道水即是波，波即是水，他知道明了，他不爱事。华严经上叫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动静不二，动静一如啊！我们凡夫怎么样呢？动不是静啊，波不是水呀，水不是波啊，他搞这一套啊，所以他离事有碍，事事有碍。诸位细细想想这几句话。那么佛说的寂静法，哪些是寂静法？无有一法不是寂静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是寂静法。金刚经上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经论当中也常说，法门无量，殊途同归也。归到哪里？归到寂静。所以诸位要晓得，法是修学的方法，生活的方法。我们说修学的方法，有很多人听不懂，为什么呢？他把修学跟自己的生活脱节，他领不上去。所以要知道，佛家讲修学的方法，生活的方法，你每天工作的方法，你处事待人接物的方法，这个是修学的方法。如果把修学跟我们的生活脱了节了，你修一辈子也不会入门了。古大德所谓的，你修到驴年都不能成就啊！你们想想看，十二生肖里头有没有属驴的？这就告诉你，你没指望了，你完全搞错了。修行这两个字的含义，一定要搞清楚。
它指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应酬，念念行行都与极静法相应。极静法就是禅定，极静法就是清净心。我们现在说了五个，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都是清净法。我们将这两个字说成十个字，大家好懂啊。这全叫极静法。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通通都是修定。我们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修什么？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不是寂静法吗？所以世尊在大集经里面说，念佛法门是无上深妙禅。世尊说这句话用意很深的，告诉末法众生，我们这样的根基参禅决定不能得定，也就是用参禅那个方法我们得不到，换成念佛的方法呢，我们能得定。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目标方向没有改变的，手段改变，方法改变，我们就用这一句话。前面给诸位说过，起心动念不离这个念头，才一起，不管它是善念是恶念，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不要去理会它。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就把这个念头转过来了，这叫会念佛，这叫会用功。你会这样做法，你的烦恼自然一年比一年轻，一月比一月轻，甚至于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轻。你自己会觉察出来，别人也能看得出来。别人从哪里看呢？你智慧开了，智慧增长了，烦恼少一分，智慧就长一分了，互为消长啊。黑暗少一分，光明就显一分，就这么个道理。智慧开了啊，特别是你们年轻法师学讲经，这个体会就太明显了。经典展开啊，智慧开了，不必参考古大德的注解了，你都通了。这个时候，你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深讲、浅讲、长讲、短讲，无不自在。为什么？智慧开了。现在智慧为什么不开呢？烦恼障住了。痴迷障住了啊。所以我们晓得，世尊所说一切法，无有一法不是寂静法。
世则照世智慧灯啊，跟前一首的记的意思啊，这一句意思相同啊。前面讲众生见者烦恼灭，普施世间获安乐。此地这一句含前头两句的意思。我们要能够真正听懂佛所说的法门，一切法也好，一个法门也好，只要你真正听懂了，乃至经中四句偈，甚至于半句一句，你要真正听懂了啊，都破迷开悟。一生受用不尽啊。这是真的。什么叫听懂呢？懂的标准是做到。你听了，你做不到，没懂。这是实话。你要听懂了，哪有不做的道理？为什么呢？照这个做会成佛，照这个做会脱离苦海啊，脱离六道轮回啊。你怎么会不做呢？没有这种道理，你还不肯做，肯定你没听懂。你说我不相信，我是听懂了，我也会说，录音机都听进去了，一句话不漏，比你还高明。录音机懂不懂？不懂啊。你说你听懂啊，还比不上录音机啊。录音机天天在此地听法，他能成佛吗？他成不了佛。为什么成不了佛？不懂啊。所以诸位，这懂了没懂啊，要用这个去勘验。这个是我最初刚刚学佛的时候跟张家大师讨论这个事情啊，就是治愈行的事情啊。这个老人跟我讲啊，佛家确实智难行易啊。为什么呢？行就是观念，一念之间，这一个念头转起转过来了，就超凡入圣。行义，所以念佛的时候，你看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七日啊，就能往生啊。往生什么程度？上上品往生，哪有什么难处？难在哪里？难在你不懂。所以世尊给我们这些众生说法49年，讲经300余会，苦口婆心，几个人懂？懂的人都成就，都证果。不懂的人呢，慢慢再来吧。这个就是佛经里的常讲啊，熟者先度，说是根熟的人，根熟就是真正听懂的人，他们先得度，超越十法界，他们做佛去了，做法身大师去了。没懂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我没有做到，没懂。
你有这个修学的态度，你才会有成就。为什么呢？知道自己不行，没懂。如果没有懂，自己以为懂了，你的悟门呢就堵塞了。换一句话说，你这一生没有开悟的指望，你自己以为懂了吧。这个在求学上是大病啊。一个老师教学生，对学生的观察，看看学生有没有真正，有没有懂得，有没有成就，就在这些地方观察。你这个学生可不可以教，也在这个地方下断语啊。也就是你能够虚心，你知道你没懂，老师会教导你，你自己以为懂得了，老师不教。为什么？教了没用，填不进去了，他满了，填不进去了。学生堕落了，老师也无可奈何。我也就这些事情呢请教过李老师，李老师摇头没法子。他说得很好，这种根性不但我救不了，佛来了也救不了。我想想他的话讲的有道理。为什么呢？学的人呢自满了。自以为懂得了，老师还有什么办法？到此的话休之福了，没得再讲了。为什么？你已经懂了嘛。所以真正的学生的时候没有做到的，我还没懂啊，还要求老师帮忙啊。所以那个标准呢是定在你有没有做到。那么你懂多少呢？看你做到多少。你懂一分你做一分，肯定。你懂十分一定做十分。这个一点都不假的。那么诸位将来学讲经说法观机，这是重要一个观机的原则。可是实在说，要想帮助别人，先要成就自己。你看我们在这些菩萨众里头，哪一个不是先成就自己再帮助别人呢？自己成就不论多少，总有一点小成就啊，你才能帮助别人。如果你自己一点成就都没有啊，你就没有办法帮助别人。不但没有法子帮助别人呢，恐怕还被众生渡跑掉。你不能渡众生，被众生渡跑掉。我今天听一个同学说，他说有个出家人修行很不错，在山上住了很多年，一句话不说。真的是善护口业不及他过。那个禁语禁了多少年呢？以后被人发现了，请他下山了。听说没有多久啊，他还俗结婚了，还生了个小孩了，你说就被人渡跑掉了。
可见这个事情不容易啊，很难很难啊。所以我们修行在自己基础不稳固，不能离开老师。离开老师就会出麻烦。我当年学佛，李老师要求我跟他五年，我深受他的恩德了，得他的好处啊。他要求我五年，我自动延长五年，我跟他十年了，十年才离开他。所以自己一定要晓得根要扎得厚，要扎得稳。托迪老师，你在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啊，五花八门，真正是称得上群魔乱舞啊，这个环境啊。你能在这个环境里头撑得住，不会动摇，不会退转，就相当不容易。在这个里面断烦恼，长智慧，这是成就啊。那么这个法门妙言能治此方便，佛所说的法皆是方便法，所以他此地用方便。先看第七首，如来清净妙色身，无限十方无有比，此身无性无一处，善思为天所观察。前面这个两句就是善入无边境界，如来清净妙色身，这是什么身？法身啊！诸位在大乘经上常常念到清净法身，就是这个意思。法身是体，法身没有相啊。法身就是前面所讲的极净法了，那个法还不能要，要那个法的又做了相，就是极净。极净就是我们的法身，极净就是现代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他能现一切相，普现十方，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为什么呢？他能现一切法，都是他所现，所现就比不上能现嘛。那怎么能相比呢？在十方世界，可以说是遍虚空法界。什么地方有感呢？它就有应。这个应是自然的，不是作意的。将来诸位，你们成佛了，
也跟诸佛如来一样，哪个地方有感，你们去现身说法去了。你绝对不会说，哎呀，那个地方有感了，我赶快去吧。那你就错了，你是凡夫，你超不了六道轮回，你超不了十法界。那个感应是自然，绝对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的那个感应，那是感情的感啊，那是痴迷啊，那不是寂静法。寂静是净虚空法界，寂静的像大了，虚空法界是寂静变现出来的。这个话的确是很难懂啊，寂静就是妙色身啊，清净妙色身，妙色没有色啊，为什么叫妙色？能现一切色，所以叫妙了。也就是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本来无有。也是形容清净法身啊，能现之体。怀让禅师所讲的摄事业务即不中，也是说这个意思啊。他们两个所讲的话不一样，说的是一桩事情。这什么？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心、自信、本性。此地讲清净啊，随类现身，不单现有情身，他也能现无情身。无情身我们今天讲的动无啊，这个植无矿无，还包括自然现象啊，也能现正觉身啊，现声闻缘觉菩萨佛身。世尊告诉我，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现身不是意，没有意，有意就是痴迷。我们今天凡夫，无论做什么，有意，你落在痴迷上了。你跟清净不相应啊！那诸位要说，那没有意能成功吗？意转变成智了，所谓的是转八识成四智啊！他用的是智，不是意。知无分别，知无所有。记住，无所有、无分别是知啊。有分别、有所有啊，是痴迷啊，落在意地上去了，落在意识里去了。
落在异地里面，那就有比较了，有的比了。人家不落在异地，就普现十方无有比，无论现什么身都无有比。不仅仅是现佛身啊，《普门品》里面讲，应以同男生同女生而得度者，即现同男同女生。他现那个身也是无有比啊。应以比丘尼生而得度者，他就现比丘尼生。所现的身也是无有比啊。为什么呢？他所现的一切身相都与极净法相应，这就无有比。我们六道的凡夫不行，六道的凡夫落在异地上，四圣法界也不行，还是用阿赖耶识。没有能够转识成智，即使转阿赖耶为大圆镜，大圆镜是极净法，那就相应了。那他无论现什么身，皆是无有比。世间无有比，出世间也无有比。为什么呢？出世间没得比啊，世间是有比的，出世间没比了。出世间的时候，这就是超出世间讲除离十法界啊，那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清净平等觉，那哪来的比？此身无信无依处啊，信是体性，那为什么会信呢？感应而信。我们今天这个身相为什么会现呢？给诸位说，也是感应而现。佛是感应而现，我们也是感应而现。但是这个感应不一样，我们的感应是业感。过去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造的业，业牵着你遇到缘了，就起现行了，业感了。诸佛菩萨是什么感呢？愿感。他在过去生中初学佛的时候，曾经发过愿嘛，众生无边誓愿度嘛，他发过这个愿，成佛之后。愿力在转业力为愿力啊，愿力是智成就啊，业力是痴迷成就啊，这个哪里会一样？诸位要细细去想这个道理啊，所以凡圣所现的一切现象呢，全是感应。
啊，这个才是生佛不二，啊，才是性相一如啊，你才能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才知道佛悟悟在哪里，我们迷在什么地方，你才能真搞清楚。你要搞不清楚，叫你破迷开悟，迷不晓得在哪里，你怎么破法？叫你去抓贼，不认识贼在哪里，你怎么会抓得到啊？你认识他，你才能把他抓到啊！所以你自己要晓得什么是迷，你才能破迷啊！痴迷都不晓得，你怎么能够破痴迷？这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地方说明是，说明佛跟我们不一样，此生无心，这个身是相啊，无有自信的。自信就是自体，没有自体。佛给我们讲的，四大偶蕴合合而成。这是对我们反复说得很粗啊，告诉你这个身呢没有自体，因缘和合而生啊，你从因缘这个地方去观察哦，知道这个身没有自性，能破身界啊。为什么呢？不再执着这个身，不但无有无性呢，还无一处。一处是所啊，我们凡夫认为这个身是自己，还要给自己找一个住处啊，找一个依靠。这就错了，没有一处啊。你们想想看，哪个地方是你家？所以佛在经上，你看那个序分里头，佛在那个字很有味道，没有说是住啊。住怎么样呢？着了相了，你有分别执着啊，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我只说我现在哪里，我没有住哪里，没有住处啊。这个事实真相你要认清楚，你要懂得，你没有住处啊，你没有身啊，这身是假象啊。无我也无我所，然后你就不造业了啊，你真的身心清净啊。这个才是善法当中啊真正的善法啊，善思维天所观察，你这个思维那你就是真正的是善思维。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